等那帮公狗给你公狗不去谁话我什么帮助话这个老虎的老阿弥陀啊那很奇怪我让你这里回天谁话他来给你这个没有爱无爱的有什么想你那是这里给你那无爱的有什么想你了所以当你可以这样取得这样钱爱你对社会你对思想你对经验你对百货的情形来说哦还是对心情来说哦因为那个兄弟就是爱的兄弟爱是然后昨天这个夜来宾的爱爸爸路盖在那吹着完全的爱所以今晚我们就对的圣经里面哦那不止的生活不止的观念好求我们的家庭的帮忙幸福一世人阿们感谢主啊 OK 那么说我没教育还是没我的外这个另外一句话已经归心了有啊像今晚你家里怕孙啊家人就要对来上帝的话里面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家庭把他们的大地这个黑暗的里面出来把他们大地这个罪的手中来面出来感谢主今晚来下注意哥林多我们看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三到八节 First Corinthians chapter 3 chapter 13 verse 3 to 8 放这里播不会给你这个问题有一个宝啊每人一个人看的问题都听你每人说那是我跟你骂当时间把刀落海你要救到一个人吃救吗救吗救你宝这问题啊是怎样强调的你能救宝吃你就是不好听你能救骂吃你不要吃错不知道他怎麼回答他他說放心中間的提示呢我絕對沒當時間坐那麼久他是誰解決了是不是厲害了所以問問答我就說不會不會你問問答我就會死的我這樣大家不知道你最多前書十三章第三個背景上面叫无常的我要听带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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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是无主宽，爱是无发狂，就是无大个转，无做歹势的代志。老来咱们看就是无求家己一处，无随便起哄，无计较人的哄。大家来听啊，这三句话来，头先无求家己一处，无求家己一处，无随便起哄，无计较人的哄。啊，顶两等嘅道理，我已经将顶面嘅三个爱嘅行动讲出来了。其实咱平平嗰阵讲究啊，是三句话。圣经所讲嘅无求家己益处，无随便起哄，佮无计较人嘅恶。诶，即位咱平阿头几多？即系所求嗰啲圣人，我求主只好为下地，只好为钱。好叫人是生命改变这所叫你生命有这样的人会改变这样的人有这样的问题好叫我会用这样的每一个人之外成为正人的朋友为主做做见证让人知道让今天的社会人知道在你基督徒的里面有长久的婚姻长久的恩和关系这样的事甚至教老教师的事情就是说我相信我们为主做见证才为正人这个世界帮人当今世界已经没有在看他们叫做正爱让自己随着自己的意思跟我们都对一对外人来学主给我们的正正的疼爱就是说你不能什么帮助我们
见面我来生命，我叫我们分，他们想听见都好，耶稣就得成名。阿门。来啦，看，无求家己益处，这个无求家己益处这个字啊，无求这个字咧，就是原来希腊文上个读起来就来讲啊，谢掉，来讲，谢掉，谢掉，意思无吹，无去骨力弹脚，无去要求，无去硬硬去背家己益处。即病咧，就讲叫做假正癌，完全的癌。假正癌咧是无骨在有家己的好处了，只有对方的好处，那还是坏。所以内面讲五人配合做一个，嘛是叫做五人成为一体，是咧。意思讲无骨在有女人啦，无骨在有医生啦，拢五人就是女个话，女个话。那还是坏，红火的关系啊。那是讲女，那是要吹。家己的好处，未久啊！今日阿哥的关系，他们输咧，交到半路站，无久就出问题了。关，因为人交伊之前，伊拢有一个消化，就是对方会好入虾米，我爱对方的身躯虾米。做大波的看查某的面水啦，头毛长啦，嘴够细，身材够俏，是不是？对啊。啊，做查某的看够缘投，够有镭，是不是？买好大车大厝啊，要有家己家。是不是？佮要有银行存乱借户口，万如家要嫁，是不是？老总的笑话啥物件咧？就是我要大滴对方的身躯，赚着啥物物件。所以今日红大波查波的关系，佮你社会内面啊，无要求要有钱咧，就是要赚着你身躯，要赚着我啥物物件，我要赚着你身躯，要赚着我啥物物件。所以大家要用到利益来维持了伊人的关系，迄利益在无也是吹掉了，弹掉的利益咧，都怎样分开了？分开了。那现在怎卖？这是当今的社会。啊，圣经里面教导人真正爱完全的爱是啥物物件？伊是讲在两个人结合，结合做一回建立开始，你就要准备了，无过再有家己啊，无过再有家己的处啊，只有。好对好，所以当你要做这个结婚啊、交婚这样代志，咱先先换一把手尾，安怎看清楚？我常常教导人先换交婚之前安怎？目睭挪落去呗，八块开，大家讲目睭要开，看清楚。啊，请坐个环境啦，啊，请坐个环境啦，环境啊，请坐环境啊，看清楚，跟老婆见。唔通随便，唔通随便乱拉，即系拉就嘥，你知道？是不是？对哦，哈！一个鲜花插在牛粪上，咪嘥咯，是不是？即系拉就唔嘥，唔通乱拉。交银之前，目珠要掰开，开攞你目珠要开。即系交银呀，要准备，阿咪咧？大家讲来是顶开顶下。你讲食这物件，开始唔通看朝前做啦。这个叫做咩？只眼开，只眼闭。啊，问翻陈静珠啦，佢都有嘅啦。因为你开始看到，你无啥物啊，想爱看物件啦，啊，只旧年过后咧三年嘅，准备咗啥物件咧？努力物就扛得了。大家讲，努力物就扛得了。这个叫做无眼睇，无眼睇，唔通看咯，你知道？啊，你是咁难看啦，总之路路爱攰，路路爱攰咯，你知道？嗱，你讲对情况啦，你那是多头兵啊，多头兵啊，阿未头先嘅咁先啊，头先用白纸麦琴，咁咧诶缺点啦，麦琴咁样看，咁麦开一阵看到优点咁样，是不是？即系教练背后就冇得开嘴麦超，咁看到，看到开始看到你自己冇咩对比，教练背后就咁问我，你麦超咁开嘅了，睇下清清楚楚，啊，你就麻烦啦。对不对？啊，家里咁冻又唔晒啊，温冻温晒啦，人之外啊，烦咗啦，烦咗。当你请自然经离婚啊，请自然经啊，请只恶合，咪想讲你离婚就傻啦。圣经内面教导层面嘅就是一个遗传性嘅咒诅 ，the curse of generation，the generation curse。即系遗传性嘅咒诅啊，即系大只是大招状啊。就是嗰啲大犯罪咧，就唔是啊啲罪，叫做會影響你三至四代。
因为其实物件，咱是惊乌后离婚这代志，即惊我见嘛，最少做了一个月生，一个月决定，从迄一日开始，你决定就对就做了。你看，今日社会含是败坏乌后，歹囝伫来日子，吸毒人伫来日子，单亲妈妈、单亲家庭、暴力家庭伫来日子，自杀的代志是太其他代志伫来日子，原因就讲一病。话呢个是冷，话你即个招灾嚟嘅，所以人嘅生命都受到灾祸。但系千万唔可以打一波都俾钱有钱啊！特别是婚姻这样物件，目睭会白金金化。当你俾食食俾结合嘅物件，你俾准备啥物啊？即系你人是唔是可以得到一世人将生命交？当你行咗其他嘅东西，你千万。吹掉那点声，你准备了，无再有家己的球啦。你要是第二，无球家己的球，是第二完全的付出。那遐之外，到底这个婚姻的关系内面啊，圣经教导人只求对方的球，无再求家己的球。意思是讲咩嘢？伊想达项物件，我哋教育人去家庭内面咧，无个知是有家己嘅物件咧，只有放落去。无论是时间、金钱、心情、自尊、财产，拢总是放落去。有之外，假使那是婚姻内面，那是有一家人，那是讲无关系啊，放啊，个。求了家己啊，会做啊，万一代志发生啊，想讲寿命的原因嘛，你想嘛，人无寿命原因，是不是有家己的自私在内面？我袂讲因呾我食真真，我食啥食食物件，比如讲 sport 啊，拍运动灯啊，比如讲参朋友啊，啦，即些啊，啉咖啡啊，物件。教我教伊咩好惊咧？咩我请前面饮咖啡，我无教我无我古早又少奶奶七七零点钟，七七零我爬四斗六零得，我会，我是教的。但是教我教伊点钟，请前面饮咩可能加点点钟，我系我又要叫是，我系加点又要对我帮助，是帮助我对爱的提升，我对是教的。我一世人的梦咧，就是啥物？就是买一张石石本，四千几块。但是我高考迄时无四千几块，点啥？我想要冲动去买，点啥？忽然间我收着咧四千几块，买规定的离婚啦！我不知问题啊！我可能低落去打，我就下去打了。哇，五千几块了，应该有在度买了，欠欠啊！佢就買啦，但是我總是要見到佢哋拍拍，嗰啲人嘅又係拍得咁堅正，你知道？因為佢哋拍埋鬧佢拍唔到啦，你買住啲又是買零款，你買住又是買零款，買住又結果已經買零款，佢哋已經有嘢。嗱，聽先話，嗱是講，我嗱要叫家啲 H 咧，啊，即係驚行未行未久啦，唔未出嚟學，只借嘅銀包就是講常常是。成效覺得自己堪站啊！哎呀，成效你家己嘅嚟怕水啊！所以就出事咯。那是冇硬波，那是怀疑冇叫家己一条浪中行到去，本欢喜咁样办嘅。但系之外，你上班你家庭又系好。但系之外，你咩明白长嘅嘢？爱安全发生，爱安全发生，都会是。有人愿意牺牲，有人愿意付出，反而产生爱。除非有人付出，有人牺牲，才能够产生爱。如果爱不是修掉的人，爱是有人付出，那把路给生出来。所以想看你的亲爱，如果你在家庭里面吃这样爱，你都会准备了生付出的东西。你就看到飛沫的事情發生，性付出，你就看到
对方加主人的队伍付出。人心肉做了，为什么是这样子啊？人的心是肉做的啦，无一个心嘛，定在一个坎站嘛，定在一个坎站嘛，袂感动的。那是讲有安怎的人啊？本事都唔叫，你爸讲是咪？又咩是你错的？佮你无目睭假的话，你硬讲。但我相信这样子啊，我相信呐，人的心啊，总是有爱的，无论话点啦。可能伊是未晓爱，未晓表达伊爱。那古仔的老爸跟同性的老爸唔相，可能啊，我系咁讲啊。古仔的老爸咧，通常是未表达对家己对母的爱，拢是硬硬的面啊，做伊穿穿的款啊，做伊裙裙的款啊，卖甲伊讲话的款啊，严啊，惊死讲话咧，伊惊唔惊伊啊？同种咧，古仔老爸就成款咧，那向死还。你有讲话就是骂，就是拍，就成款咧。这是古仔，啊，西方的老爸阿公都无像，很多文化都无像，伊是对到伊的囝表达伊的心内面的感受，可以囝学到表达到伊的心内面的感受。相反的姊妹，那是讲对到你家的对到你阿婆付出的点子啊，我甲讲，伊人相反都对来对付付出的。我是想你老婆家老婆家老婆家找回来的不是你找来的回来的人我们没拍摄也跟找回来的朋友要没差别了他们说因为对于来说这是人家主人的付出的爱比出啥听的爱有没听的听我听今天主人的那个夸掉啊这里这找回来的我到底回来生活来我到底哦怎么做这个案哦，阿妈做只老板，虽然我无教，我无叫成功，无叫执转喎，但是我听物件，我看到的就是我掂下面，我笑在下面，我掂下面，我笑在下面，所以我成付出咧，我赚到钱，我成付出咧，我赚到钱，我变个钱。所以啊，姊妹，我从心面甲咱讲，完全的爱，莫求家己 H， 因为你莫求家己 H， 那么你无在把对方的成果赚到 H， 因为要记。真正爱是要付出、要牺牲、包容、甲会产生的。那是讲我唔甘愿牺牲、唔甘愿付出咧，伊未产生的，伊干有体验、占有、占有，就是占有。我甲你讲，甲你姊妹，那是讲，你若唔甘付出，对方想讲体袂到、享受袂到、感受袂到的，点子伊袂好对。顶礼拜，我先来看一个人，我来看一个安哥啊，看一个安哥，是安哥得 cancer 来个结束。特别伊讲话啦，我接到个听界当声，小林，我咩小林，你啊，啊，我接到个听界就听我讲，听界讲，接到一个安哥十字的囝，无一个来看伊，哇，伊我见我十字的囝。他哪里的不好呗？要出点杂话吧，你宽容一点。Bad person， 一天把那乌蛇咬了。Bad person， 就一天好的，一天好，真会起呀。多少钱？真会好哎，总之不能好，真不得好嘞。干了多少步呀？干了乌蛇呀？无钱来看，我不没有钱点吃，还吃米啊？原来伊查某头个少年了，正要对伊惊，伊惊个头里，他嘛成色个头就裂个大，骂个大，拍个大，所以个头里惊个奇异，哪个讲？惊伊原来结果，就是伊家己整出来，对不对？无可能讲杂事个惊。无一个对伊好啊！原来一直落来，伊无对伊十二件好。相反的样子话，今日看到这个是事实啊。圣经讲的话是对的，爱那个产生是要有人牺牲，有人付出，把你来产生爱。所以那是讲大弟家庭里面，干那顾家己，干那顾家己。但是另外，这个家庭未产生出来，反对破坏大事，就来抵制。
越来越多。弟兄姊妹，他们是运转的爱，对于提示的经，不求自己的益处。阿妹，大家说不求自己的益处。第二个是什么？这边说第二，暗着吹着运转的爱，就是如果随便起航，大家说随便起航。那这个无随便起航啊的意思啊，起航不轻易放贵的字的意思，是叫咩？咱原文的意思，咱先咱读一下，看看我看啦，对不对哇？把 ox uno， 大家讲，把 ox uno， 那这个意思咧，啥物件咧？就是荷兰土壤调低去做个起航，气球人，看水人。荷兰气候作为气候不能随便和这个气候起来，那注意这个字不能随便起候，不是大的重点，它的重点它的point，不是要背在气候，注意啊，不是说气候这个字，乃是说不能随便这个字。那要请问气候是谁哟？气候是谁来？起航是一个 emotion， 但是讲累，累心内面，但是讲无起航这样物件，无这 emotion， 都无运转人了。这世界无公义了，有人毒死人，未使起航；有人 rap 人，就是强强，看到过早强奸人，累心未使起航。你无强的代志，这世界哪有公义？都是你看到有的物件在起航，有的物件累这个起航呢，会表达这个是无公义的，这是无道德的。即不应该做嘅，唔对嘅，所以你起航是对了一项大事嘅表达嘅方式，即叫做 emotion， 情感。起航无错嘅呢个，咁你圣经讲头先嘅处话讲唔通随便，唔通随便，有知嘛？起航是无错，起航嘅方式啊，本应着人嘅无想啊，嘅情形啊，来这里。来判定到底是好不好的啊？也是嘛，为家庭呢，无相的。我们看到为家庭，当大红宝上面是大细声的三件事，你听到的。但是伊人大大声的好，三件事听袂好，大家几样好就对啦。伊人虽然正大声，看起来真正起哄啊，正大声三件事你听到，但是无相的，无解的，了解。那有的人无声，有的人会起哄的发出来的声音，那是冷战的。他们是叫冷战的，了解？冷战的，阿婆唔知道干嘛叫哭哦。这是无讲话，无讲话啊，三字麦讲话，三字背后过来个讲话。啊，有的人听到阿婆几十年啦，你是咧？你看伊点点，佮伊就点点，佮咧无声，你知无？无咩好写啦。我们对比啊，啊，伊人个起哄个情形呢？那为人别些大声，哇，一世人无同一路大声人过来要做啥嘞？啊，起哄个方式啊，因着家庭个文化，因着人个文化 culture 啊，因着人个文化 idea 哎，你唔说对唔对哟？哦，你大声都唔对，别样咯，你大声哎，伊人骂你大声个，放大声，别口就是乱七茶哎，特别人无事哎。起航方式唔是一个咁快嘅情形咧，因着人嘅情形来判定嘅。那向之外，圣公肯树未使随便起航，那未起航。起航咧是情形，一直来变卦嘅。起航在你心内面咧，那是你无控制嘅人，你无控制嘅人。一直直来，直向，直直来，直直坚信看到，一直来一段啊。所以圣经无讲未使起哄的，耶稣讲一句话未起哦，马太福音，伊讲你起哄未使搞咩，日头，落山啦。起哄未？伊如果会使起哄，古早的话是先做一点啥无明白讲圣经咋？伊讲未使。教翻日頭路上，以前我炸天啊，是講起航嚟講未細個，但係我啦，你冇，你可能是啱起航，冇講啦。
其实咧，这句话咧，教导我明白，意思讲，起风唔通过一日，唔通过一日。意思讲，今日起风嘅代志，今日就解决了。我感谢主，我会使多出卖讲物件啦，教家己十几年啊，教因啊，我快无数咩，无几两点钟啊，无几两点钟啊。他们说咧，未见到一文字，我未见到一文字。所以有姊妹，家啲老爱咧，对家庭一切罪。家庭老爱，他们大事拢会解决嘞。家庭老爱咧，无再无去再在乎啊，无再老紧丢丢了，要边度爱？是咪丢丢无得了？伊伊唔丢咪在？你是咪我？啊，我唔丢咪在哇？因为我是啊。所以管爱嘅观念就好，越加强一切罪性嘅功，是不是？那你看到这物件讲唔通随便嘅说，意思讲物件对气候也是无解决啊，都是。直啊，都无控制伊，直直直大事，直直咯，搞到破坏代志。你看到咧波浪啊，咧烧炮啊，家庭啊，暴力的家庭，老总嘛，到底烧咩开始无解决，来提到你来做，搞到要动手，动手又动不下大手，就是安尼款了。所以意思甲你讲呢，起哄定着要受控制，起哄有几难关节，那大家也是话，烧咩有几难物件。你都要注意的，第一三啊，这三个物件，咱要学来控制，咱来起哄，咱来重组。头一物件，头一物件，第一个原料，原料，这是要紧啦。那烧麦过后，这个就原料，这个就原料。如果你烧麦，阿咪物件好，钓唔钓咪好，都袂见惯了，袂见惯了。OK， 那下先换。然后烧麦，阿你产生原料咧，都袂有一项物件发生，就是讲，你袂知影阿那烧麦，烧麦有一关键了啦。意思是讲，叫你烧麦熟食，大家讲熟食，你个烧麦熟食好啦，你忙拖个白菜抓出来。芒拖加盐拌拌出来，你个烧麦熟食好啦，熟食肯定，你是烧麦熟食，芒拖旁边啦，你芒拖你芒拖，你芒讲熟食啊，芒拖加鸡啊，芒拖加麻鱼，芒拖加十几二十个大事件，你上上烧麦咁样，哎，哦，你十几二十个大事件来讲，你甚至，弟弟妹，弟弟妹，咩咩事，弟弟妹，咩咩，哦，哦，对啦，哦，古早嘞烧麦贵大事啦，古早烧麦贵大事，你贵点？今日当然一大点钟都烧麦熟食，因为伊做哩熟食难记，熟食好啦，啊熟食好啦，万方万面烧麦熟食，麦加一个坑掺咧碗盐子，啊笨了，怎么样？那古早已经混容易啦，买个缸咧，四厘啊，要四厘啊，有没有？啊啊烧麦变了嘛？等你按块钱烧麦，看来一项咧，所以你嘴跟你见咧，你跨错。阿妹咯，第一物件，咱佮来讲烧麦唔通断骨，唔通断骨啊！啊，开始话，都买老的气呀，即讲万贵钱嘛，对无？买老的气贵钱，因为你老的气贵钱，就是啊，明仔过明仔烧麦，对不对？对不对？明仔明仔，但是我先讲，那是讲话老贵钱了，伊从赚咩气，即个今日今日过来加落去，更加大气咯。所以你用就起来用咯。意思耶稣讲未使过自己的意思，就是讲惊就惊过来，惊惊就惊过来。你烧麦甲袂拖长，手尾甲袂长，阿妹们啊！第三个白讲，人数，那烧麦咧有些无好，有些无赖人数。所以麦嘛就较大哦，嘛就是宽对吧？麦咧，我就是麦啊，苏咩正个样，丝咩正个话对哇啦，哦咩正个白对哇啦，是不是对？阿烧麦，一罐底落就特别出来，就是无人爱情书。迄个啊，你无条件去跳楼自杀的啦，拢做袂，不会去跳是明星，袂叫，真正出名的就是那个什么欧美人，哇，真正水啊！他哋啊，而家是不熟界啊，你知唔知？方便啲。紅一方嗰啲做實施啊，誒，即係做實施啊，
伊唔是就叫自杀了啦。因为吓，俾佢气嘅，白如果白龟头嘅事就系傻傻就死而不退。哇，我我来死啦，我先来听。我是你的偶像，你们的欧美人，你们的。那为什么？就是讲美人，讲美人咧也死了为因，被做得赢，被做得对方放头露头为止，卖仔做只对头，就死翘翘。我哋少年的水，我有前途，是不是对不？那向之外，搵个卖书，行书，那阿我少命啊，你记啊，无论少命个行好，钓啊好，钓啊够鬼输呀，就是赢输啦，是不是？那穿那气啊，那鬼精神，这已经输了呀，是不是？我講個少命，佢有做咁咁表寫啊，乜好寫？但講教文做戲，我大家嚟講做戲，教我文做戲。你話少命咧，加我文做係戲，你已經輸而家啦，所以就贏無功就重要。我哋對你嗱是講 OK 啦，少命咧，等下從頭到尾少嘅其實，你唔是講好嘅咯喂，是不是？對唔對？老伟不是好个，个老你笑笑者，哎呀，又唔下衰啊！当时有一个人认输的啦，但是两个人也是愿意甘愿认输来讲，国家好，迄个迄个老气啊，咧笑咩啊？国家顶，你若是讲对方，若是你听到做的话，对方人爱认输来讲，那你就叫他们假认输咯。结果你丢来讲啊，你就是哎呀，输啦，输输气啦，赢了变怎啊？讲赢落去边面，啊，沙又唔识，拉埋计，对唔对？对，哦，有之外，所以你看，虽然讲唔贪随便起妄，就成个意思，买好的落去啊，就是正，就是大，这三样要记的，原谅，唔贪断孤。家己输，大家看，原谅，唔通断骨，真输，那这种小命不伤害，还是轻轻搭搭者，万古好相对。这种嘅小命叫情趣，对啦，这个小命叫情趣。咁咧，我看过有位老阿婆就笑咗，一怒气啊！多少就係愛笑命，但是無對方都未曬嘅。阿姨多少呀？今晚睇笑命，咩出奇哦？一出奇喺度爽，對你就唔搭，但你搭謝就唔孤搭，係嘛？咁你搭謝有個爽嘛？一開始依等人講出門嘢咁先啊，依等人電話俾你嚟嚟嘅你關你關，搭啲嘢咁先啊，笑命依嚟就依無多少唔真係好啊，係咪？隔別衰就買命，但是依無多少嚟俾你笑嚟嘅。这叫情趣啊，是吧？这叫情趣啊，来姊妹。所以有姊妹起哄是罪的，但是你不要向人起哄，有三个原则要修养，唔通随便起哄，起哄会被原谅，唔通断孤，然后被尽输，阿妹。那下姊妹最后咱来讲了，第一个唔通无计较人哦，那无计较啊，无计较。誒，即係運管嘅字啊，華千頓啊，睇下啊，大家話，即係即係唱 ，Lock in Zoom 阿希，大家講 ，Lock in Zoom 阿希，有啲人講真肥肥好啦，嗱，無計算就是講對層物件咧，無去算，無去考慮，然後無去猶豫去推測，去猜啊，去猜，意思是講唔通。去掂掂去挖，来讲挖挖人嘅歹嘅物件，衰人嘅歹嘅物件，假教人歹嘅物件。那向之外，我头下同你讲过啦，爱看咧，就是教人之前看嘅清楚。OK， 目睭开大，教人背后咧，你咪直眼开，直眼闭啦，唔能够看清楚啦，就清楚啦。教人背后三年嘅，我咁样看咧，唔能看咧，我你目睭擒唔到，就做眼底。OK。你教甲教完过后，你就唔通看迄无好物件。
掉掉的时候对方好一点。要知话越记啊，本来你顺来恶啊，衰了。佮装修慢慢恶会无好点。相反的，你知无？对方衰咪好衰哦，佮咪好人咯啊，对无？我咪好人咯。所以，你若是你想要顺人，你讲人个点子啊？你先讲个自身先。对伊啊，耶稣讲一句话，伊讲你若是讲伊要去挽啊，目睭会刺啊，你较好去看袂，看到家己头顶长大条，家来去挽对兄弟个目睭会刺，先看你大条先啊，你大条啊，意思讲要看人个细细个问题，先看你家己大大问题先。保罗讲一句话，伊讲我无论乱人，也不用讲这句话。我无去看大人，免得我家己看出来心慌。所以啊，你姊妹，你看到啊，这个情形点子啊，圣经教导是讲唔通随人嘅歹，人某之间啊，你唔会人恶咧，唔会人恶出来咧。明白佢嚟講啦，因為你壞嘛，都係你嘅嘛，是唔是？都冇佢嚟咁舊，佢哋冇乜咯，是唔是？但既然嗱在講有問題，即係開始錯嘅，開始嘅咁先啊。我話明白講，婚姻唔是安尼好鬼，嗱靠好堅嗰啲婚姻裏面，你話依塊路，係起落係大勇士，係咪？是唔是？但是你堅話依塊，但是。心灵方面，到后边你啊想嘅话，你讲，如果那是无去随人嘅恶嘅点声，人行行面向你话侬，如何了？你若后面面向要计较，后面面向要随来讲啊，上款人对随到尾哦，才自然嘅嘛啦。我来教书，你食个冰。我倒车嘛，倒车三倒车，倒到木车，车来点点开始，点点开始，点点开始，对不啦？倒到个边，也未出来，边出来出来，哎，出来出来啦！你看我嘛在，我拖呀，你见我面呀，就买惨啊！啊，无倒到都就我买十边，是不是？这样做人呢嘛，好少人中国人就好用话，交个边是交不钱呀，我都交不钱呀，唔知啥子我都交不钱呀，对不？交个边我交不钱呀，咁边啊，咁人入去就拖死我呀！人又十棵，人又十棵，又我十人又我呢样子咧。礼尚往来咯，来而不往非礼也，是不是？礼啥物？礼就是来去来去的。相关的哦，乡亲们，本来是去见到人就恶啊，家庭的人本身要随个了嘛，买袂起人咩随位啊？凡事人是讲袂赢，本来是卖讲啊，人咩随位了？你若喊你物件要见观众，喊物件要见接受来讲啊，上好的哦。你吃钱呀，你接受了观众嘞，因为有爱嘛。我头摆就讲，完全的爱嘛，生出来嘛，产生出来，都是要彼此付出，彼此愿意牺牲，你爱嘛来产生。家庭变成了温，家庭未家啦。所以那收入也是最关键，看来今晚强调你播。用你文化对世上，你不跟你搏起来，你输。你看到伊能听，你看到听听，来意思。你若是拖了伊成规个，你就笑伊无好物件，伊笑伊无好物件，伊比较个人系搏，就侬讲伊人系搏，人系搏，人系搏。伊面慢慢个讲人系安，人系安，人系安。伊面讲人系安，就比想咩？若来讲。人係冇呢，因為佢流淡埋呢，是唔是？都係冇啦。你講我做咩？你就好咩？咪佢得嚟，佢得笑咩啦？最輸，對唔對？但係之外，聖經講得清楚，運轉嘅愛嘅精神，對於基去看好，即叫做 positive love， 積極嘅愛。後面物件第二款嘅積極，你需要。人咧嘅心啊，通常是受極嘅 negative。你冇相信人，看到後面物件，即係偷嘅時候話，就是受極嘅。The first thought that coming is negative， 但係呢個受極嘅先啲 negative 嘅，你看到物件就係狂到無所謂，受極。
你特别穿为哪位人？穿为属啥位？那是讲为唔同时间起航，你就开始停落来穿为哪位时候？其实代志无咧严重咧，可能个呢，啊，你就去接纳啦 ，acceptance 接纳接受，其实就呢啦，你只会笑一下，后你起航咧掉落来，你开始笑去好处，你知影？笑到人会痛苦，你知影？你会落去，你会话你出来啊？可能你话出来，我无咧答。等你来做，你知影？你婚姻都好势。相反的，你自己你做唔到，你做唔到，你知影？人会晓来安尼分对待，因为一大堆你会成故来学到，你安怎对待伊，伊就安怎对待你就对。听得清吗？这就是很关键的。但是我跟你讲，我爱一个人，爱一个人，不免看的，不看的看很像。敢若不是人，性格侪人敢若像，敢若有侪啊？工面像的，你看来看去，你要找到世界最好的工，无的，是不是？但是话，你有的就是接受，你接受啊，就欢喜。你要接受你阿母，接受你婆，你就欢喜。所以你无去计较伊恶，相反的，你无计较伊恶，你享受到你伊好的所在，伊享受到你好的所在，这个完全的爱就产生了。兄弟姊妹，安怎体完全的爱？大家讲无求家己得处，无事便起航。无计较嘛，吼！感谢主咯，我这三点，对婚姻办理各在进步，对爱办理各在进步。这不单止对着幸福办理，对囝子、对家人、对朋友、对同工、对教会，本事会知道找到真正的爱，就是咱的感觉。当你会晓安怎来对待人的感情，无论好人，本会晓对待，就对。阿门。阿伯，起来。